案之后呢，马上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表演嘉宾 Oliver。Hello, Oliver。哇哦，美女来了，美女来了，给大家好好的打个招呼吧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Olivia。看到粉丝了，很高兴又再跟你见面哦。我知道这次你来到这里呢，回到新加坡是要为我们带来新的歌曲。是的，这首歌呢，是特别为了八频道的新剧《孤男寡女》演唱，就是他们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幸福记号》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部新剧。对，而且今天晚上是全岛首演，是吗？对，星期二就会上演了嘛，《孤男寡女》。是。OK， 那明天也会跟粉丝见面吧？在 Changi City Point 有一个户外的演出，对。OK。希望大家会来。对，喜欢 Oliver 的朋友哦，要记得去跟他会会面了。那当然，我们也请 Oliver 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好。我觉得他的华语有进步哦。真的是有进步，而且他很努力哦，一直在学华语。是一个很努力的艺人，大家要多多支持。好，马上呢要带来的这首歌曲《幸福记号》，掌声欢迎。
谢谢谢谢 Oliver。